繁星，我方法看到的，我看见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画面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事？我看到，看到蚂蚁站在这个尸体上面，可是却没拍桌。我在驾驶舱哎，对啊，尸体在哪里？这尸体在驾驶舱啊。尸体在驾驶舱，我没看到、欸。没错啊，他都在驾驶舱哎。没有小丑，你还走到他前面去？没有小丑啊，等一下，没有小丑，没有小丑。官方的没有小丑。还是你是嘟嘟鸟？哈哈哈哈哈。YouTuber， 你的通讯坏掉，很暗。可是其实他在按之前，他就有一个，因为我是在通风口。没有，没有，等一下，通讯是。刚刚通讯其实已经好了，所以没有通讯坏掉。是团结，是我修的，我修完了刚好不过来。他那个我真没看到哎、欸。我从金库然后跳地洞，然后到驾驶舱，我就看你在站在那边。可是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你是不是，因为我有看到你往那个萝卜的身体上走，然后结果你走了一下之后，然后你又跳地洞。所以我就觉得你很奇怪，你怎么可以踩繁星的尸体票？哇，太狠了！踩票、欸，你站在他上面一下，然后我说你应该会拍桌，结果你没有拍，然后还踩过，怪怪的，还踩过去哦。这个真的太无辜了，我在解驾驶舱了，我真的没有看到尸体。但你踩过，我觉得这个必须被要了。我踩过，等一下，我真的没有，太过分了，踩过然后哎没有啊。黏的，地上怎么黏黏的？没有啊。我看我讲，我帮他讲话，因为我觉得他感觉有在做任务，因为他前面有在做那个驾驶椅的任务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没有，就没有，就是你知道？好奇怪。那个按 report 灯，所以我觉得很奇怪。是不是你才感觉懂他？那对我以前自己很怀疑，还是应该这样讲？还是蚂蚁你在进这个驾驶舱之前，你有遇到谁吗？我想一想，我好像有去武器室。武器室有，我有看到蚂蚁有进武器室。对，然后武器室解完之后，我就顺路去驾驶舱解任务。可是我过去我真的没有看到尸体，奇怪，他是在我解驾驶舱的时候出现的尸体吗？我真的不清楚。啊，顺便走到他的，不是因为你还走到他的尸体上面，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，你知道吗？那剩下这几秒，我问一下，我可以看到露米是守护天使，可是小雨不是，对，可能下一天可以再看看是繁星还是小雨，说不定。好啊，好啊。官方的 bug 让我们可能知道狼。哦对耶，因为至少狼不会是守护天使，但不确定，但不确定，可能要下一天才知道。好，哦哇，我不懂，完了。不是，那我觉得你踩过繁星，我不管，我要票。你踩他，你踩他，真的假的？你怎么可以踩？我是输的，我真没踩。会出去吗？真的出去了耶，跳票无关。我觉得我不知道是蚂蚁啦，但是我觉得踩过这个太过分了，对不对？他踩着蚂蚁，对不对？他踩着蚂蚁，踩着繁星，我觉得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有可能因为关灯，哎，关灯呢？关灯呢？方法怎么看得那么清楚？哎，蚂蚁会不会是无辜的？凶手其实是发发。如果还剩下两个的话，发发跟团团吗？因为我觉得其他人，哎，诺英、发发跟诺英，诺英也蛮可疑的，因为那时候的位置嘛，我们上一天有说他有任务的通讯任务的时候，他反而去保全室的下方那里走，比较奇怪。哎，发发来了，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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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他急救我，他急救我，还想发发想刀我，发发很明显怪怪的，他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没有任务，他在那里停住了。你是真团团，哎，真哈记吧？好紧张，我觉得，哎，第二个发，第二个发，团团，不是哈记，哈记有第二个发，有第二个发，哈记你怎么没反应？完了完了，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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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就在这里哦，哦八七八七哦，哦哦，这是我的任务。等一下有第二个发，
阿七阿七，救命！有第二个发，怎么办？阿七，我好害怕。等一下有两个发，那发发嫌疑是不是可以洗清？内鬼通常不太会想要变自己吧？啊，你看这就很无情。怎么办？啊，反正现在有破坏，我们只能先来解了。这个不容易，只能很专心。哎呦，解完，是谁？孟娜跟米菲，米菲还在，哎，被拍了，去听听。我没有记，刚才有人死掉。录音室。天使还是看到。巧克力刚干嘛？一直跟着我，很恐怖。我觉得你怪怪的。哈基，你没有看到吗？两个发发。有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我跟你讲说，我怎么到处都发发？对啊，所以我才很害怕。那你应该也要跟着害怕。我想说，两个发发怎么办？哈基。可是我只有遇到你们呢。等下，那我们那我哈基，我们等下，我先问发发是哪一个？哇！不是，你是在哪里遇到我们的？我就是投那个依兰那边。所以淋浴间的发发是真正发发，机房看到的发发是假发发。不，我没到机房。对。所以发发，我跟你下去。等一下，我在厨房看到发发的。对，那是我的，那是我没有在厨房。那等下你最后尸体是看谁看到谁在哪？我在机房看到的。机房看到。因为刚刚我在那个浮空台，你跟着我嘛，我就很害怕嘛，跑去浮空台，然后到右边之后看到 Bobo， 我又很害怕，我跑回来，然后又不知道看到谁，我又跑过去，然后又跑回来。你不是跑后面？反正我不知道追着我跑的。我没追着你跑啊。啊？但等一下，那至少反正我们现在方法有变嘛，所以刚刚谁不在这里？因为我这边有一巧克力。孟娜说什么？我这边有巧克力。不是我们，那是我啊！我通讯任务我解的。哦、是啊。对。对，那是巧克力。没有巧克力，现在只有一个，发法有两个，所以我们要。有三个。我三个哦。所以现在要看当然谁单走啊。是大军。所以你看，我跟哈基在嘛，然后最后我有遇到米菲跟孟娜。那 Bobo 团迪叔，我的话，哈基前面有先看到我啊，然后我最后有跟发发一起走，发发最后是跟我吧，对，我是看到你，对嘛，我中间，对，我跟宝宝，团团跟迪叔呢，团团应该是有看到我吧，我在观景台，然后后来我就去进奇面而已，那很，我没有遇到迪叔，我是一开始是哈基吗？一开始遇到哈基吗？就刚开始，可是最后有一个人遇到我吧。谁？最后是谁？我看到是蓝色，可是又是哈基拍的时候，我也不确定。啊，蓝色不是哈基。对啊，蓝色就哈基，蓝色就哈基啦。看有没有人看到我了，最后。没有，没看到你，我没看到你，从头没看到。那我就觉得迪叔跟团团可能比较怪一点，因为至少我们有一个百变怪出现嘛，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位置都是旁边有人的，感觉比较是。已经很狼了，哎呦，你狼哦，你狼我就包你了，我对你这么怨，没有，你说现在 CD 你，迪叔，你是不是？我不是啦，就是你啦，他在撒娇，那就投了。不是啊，怎么就是不开的？哎，我真的我很相信你耶，可是你最后撒娇，我觉得就要投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就信你。哇，迪叔是吗？我现在头好痛哦，我想一下，我等晚一点出门。我们刚上一天小雨嘛，然后还投了麻衣，其实不太确定。反正我们现在小雨、麻衣跟迪叔投了三个出去，还没结束，代表我们一定有投错。那可能是投错的，可能是那一个麻衣吗？我也不太确定呢。迪叔是这样子，就是我也只是
有点小场外嘛，就是我们那时候移动的时候觉得他很迷路，很像迪叔，可是等一下团团干嘛，可是迪叔不论是不是狼对不对，他都会迷路，只要是迪叔就会迷路，那他最后的辩解有没有，他如果不是他通常会更力挽狂澜，我真的不是，我是干嘛哦，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哦，或者是有没有怀疑到他的时候，他就说不对，巧克力怎么怀疑我，是你巧克力，但他刚刚不是，他在撒娇，所以他就是好混乱好累哦。那我觉得最后一个只有可能是团团或波了耶，团波是不是你们，我只剩一个任务咯，团波来啊，一起走啊，不让你刀啊，你为什么上上下下，团团干嘛，团团在还呢，嗯，干嘞，每一个人干嘛啦，干嘛啦，东西被破坏了啦，欸，团团停住了，我们刚刚一直在点，你怎么停住了，团团？你怎么停住了？通讯就破坏了，团团。完了，我觉得要团团了，我觉得是团团，是团的吧？哎，专业的，是团的吧？团的吧？那我们，我不要跟团走，我不要跟团走。我就只怕团团，我也只有一个任务。我觉得米菲任务应该比较多。我们现在努力的过来，好可怕啊！保全室可以稍微看一下。哈记去追团团，哈记你敢？所以哈记等下倒了，我们就知道100%是团。好。被关灯了，我不管，我先解这个啊，这个好迷哦，哦秒开耶，好扯哦，最后一个在隐形室，我是没有地道可以走啊，这里真是一个迷宫耶，我好想，吓死我。对，完成任务对不对？就再找一个人一起过去抱着团，封印团，我们就没事了。等一下，感觉起来有点像一狼了咧。就我，对不起，也完了。我是最后一个解的，对不起。谁是坏人？即便是你，谁是坏人？最后一个团吗？是好人，是我，是你，我还有救，等一下，那是迪叔还是蚂蚁？我是迪叔，我是迪叔，那蚂蚁是冤枉的，蚂蚁是真的没看到，蚂蚁其实超早以前就倒了，他超级早以前就倒了，对，什么真是。而且，你变波波刀了我。对啊，我变波波刀了，白痴哦。那时候我还蛮相信迪叔的，因为上一天他跟我一起在那边迷路，我想说这么会迷路的肯定就是迪叔。然后后来最后我想说不对，只要是迪叔，不管他是不是鬼，他都会迷路才对。笑死！后面没杀我耶，我以为我想说跟队友应该不是好人。你后面还有其他人呢？后面整个都很难。操作啦，对，因为太多好人了，也很好，就比较好推了。我想要帮你关灯或干嘛，感觉没办法。对啊，我一直跟在你旁边嘞，下面真的是坏人。哦，有是啊，可是刚又不是我砍的。那我们最后来趣味一点啊。谁变我？哎，波波，你这个有办法换地图吗？除了我，他们都变。所以你就换没玩过的啊。啊，不同的地图。对，我没有。没有换的，没办法换，里面没办法换，没跳出来，要重开。第二跟第三还没玩到。可能会迷路哎。没有，刚刚那个最大的。还是 HQ？ 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啊，你一定是舍不得刀我了啊！啊啊啊！因为你舍不得刀我。所以变成方法是谁？
变成发发。我跟迪叔超有默契，两个都一起变发发。对，我们第一天变发，他们第一天是跟第一天是发。对啊，好好笑。怎么会？所以刚刚一直只有一个。